奉差任务甲丁国，你才是丁的媳妇，真是真实的心。你要知影事实，你才是是丁的媳妇是。甲丁国，姚青龙。你到底是丁的媳妇，也是只是丁的表姑？不是真早就万分的手着了，即卖机会已经来啊！为什么你突然间改变主意，无要杀伊呢？不好，你向爸爸摊好姚青龙，奈突然间改变主意，非必你是杀伊不可呢？讲，伊无领兵征南，是经过武侯你的允准，所以你心认为伊并无罪啊。武侯，你心想要先告退了。好，你退。囝气大汉，
什么拢无学，到台上学会晓要甲伊阿娘做对。邱玉郎，你会当度过一世，并不是你的福气。爱家要予你亲目睭看你的梅山，以及你迄个心爱花如霜，安怎样受死？我要予你的心肝内痛苦甲敢若亲像虫在甲你钻共款。飞雷顶，你竟然在毫无防备之下，差点嘛给伊伤着，你真是太大意了。我只顾在想恁，今仔个顾着我家己的心事。叔叔，你不应该搁在。你莫搁对我说话，我已经不晓得烦恼。不要着急嘛，我的心肝要想你，你无法度叫我莫想，连我家己都无法度叫我家己莫想你。阿飘约燕某来遮见面的人，原来是你。对唔对？何必多注意记咧？
有的店王府讲，敢毋是同款？无同款。今仔日我要甲你讲的话，袂用予王爷听到的。嗯。严总管，昨暗我放瑞丁入春风楼的代志，你免怪我。那是太后伊命我去除掉花露松的。其实太后若明白真相，伊都袂吃醋，嘛免加费这番的苦心。蒲姑娘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燕总管。哪有啥物干涉啦？当时我都怀疑讲，你就是欧依林，也就是正义军的分子。不管我要的是对啊唔对，有冤枉你也无，这个代志，若必要亲龙知影，你总是难逃一死哦。不过，以后你若肯带花如松离开京城，听说伊甲玉清龙的亲事，我就替你保守秘密。我予你三天限期，你应该好好考虑看卖。燕江天，如果你若想我要送我袂去，那呢，你的表兄袂甘收容，代收我命。你讲什么？我就是
静修庵妙清师太寄名弟子。我要来祭礼进前，已经大声拜托阮师父，将颜小勇带离开静修庵。想要来惊声的伴郎，请你听着。石英雄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林队长，有一件代志，感觉真好奇啦。唔知是真的也是假的呢？听讲太后为着要报复玉亲王，才下死，素死着伊的外甥玉天虎。无唔对，像素死这件代志啊，暂时唔能讲起。尤其若看到玉天虎，爱更加小心。现在兵符也在伊的手头，万一若叫变面起来，到时唔肯受死，死的人唔是伊呢，是咱哦，要注意注意。哎呀，他命尚还搁在半路，你去想办法阻止啊！哎呀，你是安怎来唔讲话？哎呀！太后意志意啊！姑娘，那不连不是？哎呀！我这个来惊心，都探听得真清楚。不惊出征，是为了花如霜；一滴珠的太后，嘛为了花如霜。伊无顾天后，伊有意气中，分天后那是是死在你的手中。表姐妹的亲情，伊无顾着我，总莫顾着你，伊应该真强去哀求伊。伊为要保护吾兄，才自死天河，真强去求情也枉多。夏天河，你嘛了解故乡的个性，向伊回报，要哪有可能？含泪真爱来归顶。太后一张秘密，想着伊的自尊心，就算讲我肯放弃入手，
下面去，都会，都会我该幸福。阿爷，你跟我讲，你跟我讲。